接下来就是刺刀见红的时候了。我今天把你们全部都逗翻，和你吃了没？刘雨欣，太狠了、今天希望你回去好好养养膝盖。双方准备，今天我就要把西西逗翻在地哦。出来，刘雨欣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看不到了吗？他贴在哪里了？啊，好痛！